好，我们看第二题。好，第二题啊，y 对那个 x 微分号，这是 y 对西塔微分，好，这是对西塔微分，那 x 对西塔微分。好，现在 y 对西塔微分是前面为，后面不为，加上前面不为为后面，负三西塔。啊，这个呢，这是前面为，后面不为，加上前面不为，为后面负 cosine 西塔。好，那看能不能化解？好像不行啊，所以放着就好。cosine 西塔减掉西塔 sin 西塔，或者是。一减 sin 西塔，再减掉西塔，cos 西塔。